原标题：李雪峰和夫人子女李雪峰，原名张清训，1907年1月生于山西省永济县，1925年考入太原国民师范学院，1931年被保送到山西大学教育学院学习，期间阅读了大量马列著作。1933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任山西户籍会党组书记等职。1934年至1935年9月任中共山西省工委宣传部部长，领导和组织青年学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，随后又担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、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部长、宣传部部长，参与组织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。1937年1月李雪峰任职中特委书记、中共平汉县省委宣传部部长，指导冀西民训处，组建冀西游击队，还率领一批平汉县省委干部进入陕西省太行山区，与129师会合，开始了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创建。1938年初至1947年11月先后任晋冀豫省委书记、中共太行分局委员兼组织部部长、太行区党委书记兼太行军区政委。1947年11月至1949年9月随刘邓大军转战大别山，先后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常委、组织部部长、副书记，受命组建了第一届中共河南省委，兼任省委第一书记、省军区政委。1949年6月起担任过中共中央华中局常委、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、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共中央中南地区工作部部长、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主任、中共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部长、中共中央工业工作部部长等职。1956年9月当选为党的八届中央委员、中央书记处书记。1960年9月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兼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、第一政委。1965年1月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。1966年6月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。文革期间受到冲击迫害，被隔离审查八年之久。1983年6月被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。1985年9月被补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。2003年3月15日李雪峰逝世，享年97岁。李雪峰的原配夫人是李宝莲，是当年在永济家乡父母之命娶的妻子。参加革命后因为东奔西走，与家乡失去联系，为避免在特殊年代家人因为自己参加革命受到连累，李雪峰便隐姓埋名奔走他乡。但是李雪峰并没有忘记结发妻子。李雪峰当年求学期间，岳父家还对他有过帮助。在改名之时，他将自己的姓改为李，便是要表达对妻子的纪念。李雪峰的第二任夫人是狄英，她1918出生于河北怀柔，1937年参加革命，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曾任中共晋东地委部支组织部干事、太行根据地祁县县委书记、中共太行区党委组织部干事。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与李雪峰结成革命伴侣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曾任工业部副处长、中共中央华北局公交政治部副部长等职。1999年7月因病去世，生育有三女二男五个子女，长女李小林1942年出生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山西省辽县左权县，1966年3月入党，1967年北京农业大学毕业，1970年至1978年先后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、安徽生产建设兵团、安徽六安军分区工作。1978年起任青岛植物园技术员、党支部书记、青岛园林局党委副书记、青岛市纪委副书记。1987年调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，1990年任国家科委、
农村科技司副司长、助理巡视员。2002年退休，次女李丹林，1968年出生，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，第一志愿报新疆，环抱了黑龙江，从此东北一去14年，在农村，在基层做普通干部，后来回北京。老三是长子李小雪，1948年8月出生，小雪高中时当团支部书记、学校团委委员，后来小雪当兵在陕西空军搞地勤，1973转业到北京市五金工具二厂，当过工人、车间主任、厂长。1987调任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经济管理司副处级干部，1994调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信息研究部主任，后来担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纪委书记、党委委员。2007年10月当选为中央纪委委员，已经退休。老四李丹宇，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总医院的女军医。老五李晓峰，1968年当兵去了63军，到了1971年父亲受到诬陷，部队让晓峰马上复员，被分到石家庄化工三厂有毒性的苯车间当工人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